捡起笛子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这只是零头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抓把野吧，来吧，直接过去，来，直接去呀、啊！我就是那净化世界的烈火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开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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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、yeah! ！等维恩滚了，耶、yeah! ！人头拿下，烈焰之柱，他俩怎么两个打野呢？来一个黑焰封印。封什么印？我女神之泪直接，上路没人管，我直接女神之泪。我们出大天使，大天使火蓝，嗯，不怕自己的没有蓝。这出门装多一件儿。860蓝。上路没有人是吧？不尊重我。上路居然敢没有人，我还以为王八上单呢。好家伙，没人管啊！俺们补刀都这么费劲，那不行啊！从现在开始好好补。我想快点推，关键是怎么着？来了玩吧，一下烈焰之柱，插个眼儿来，玩吧上来了，一下烈焰之柱。平 A 玩个玩吧，还想跟我火蓝对线，一下烈焰之柱，下波直接杀，吃个药，来一 Q W， 直接翻那儿给我。战争之影是要来了呀，我一瞅一 Q 烈焰之柱接平 A， 靠点岩接平 A， 接平 A 闪现，再接平 A， 再接 W 一下，再见，无敌了。一下扣一下烈焰之柱接平 A， 平 A 接扣，他买鞋了吧，我这怎么追不上呢？不杀他了，那能行吗？那能让他在好塔下好好待着吗？他又没点盐，那不随便杀吗？这玩儿吧，我还生了。晃啥呢？烈焰之柱接一级了，一个兵不补，爱补不补，扣一下。
这是要闪现嘲讽我呀，我们不打他。烈焰之柱一下，抠一下，这波王八要再不回家，我就让剑圣过来杀他，直接弹接个抠一下。你这点小把戏小伙子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你不就想等我在塔下要打你的时候啪嚓一个闪现接嘲讽？没用，那嘲讽前期三级嘲讽，一共四级嘲讽，一共嘲讽一秒钟。收波兵，收个塔皮，回家了。小把戏，法川海遗失的章节，出门了。我们刚才2700，确实没啥好出的，出大天使其实也行。就直接要过去，把这王八杀了，打个眼儿来，一点人凭给 Q 切 W 溜炸，王八在我们火蓝面前就只是一张纸，明白没？纸有多脆，它就有多脆。出个戒指吧。哦对哈，早为什么不说呢？我没有戒指，早说呀。一颗弹 W 溜炸，哇，这波巨人抠一下打把溜，这波居然没把他俩给弹死，我天哪，他俩站一块儿，我的 AOE 居然没把他俩给弹死。打把溜接抠再借，他玩吧不想活了，闪现抠接打把溜，玩吧不想活了就直说。Q 八八溜，为什么这波 Q 没中啊？错位了！哎呦天哪，这个 Q 能没中？居然让闪现银马给我们拿下了！我决定把这个卖了，直接美甲切魂剑。别怕，剑圣，我马上到。真的，我决定直接美甲切魂卷。记斩。
一抽，好啊，不好溜。弹。扣一下，拔拔溜一下，我们死一下呀，没死掉，那不好意思，死不掉。还有大，上波他咋没放大呢？这小子，太难了，美甲欠魂居然没了。但是这把美甲欠魂卷绝对的25层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你给我干，还一个四级的玩吗？抽一下，打吧这一下，来打吧。你要打不过不行就我来。谁拿不一样，你不还是要放上路吗？这人马居然能安是 double， 我都没想到。干哈呢？咱有这么不怕死吗？这玩儿吧，哇，这都没死啊！哎，关键这个弹怎么不弹他呀？我靠！我的美甲窃魂卷呢？哎呀，这个人马真的是烦死了。先来个蓝莲汉的苦楚。那波人马踢我，俺俩错位那波其实挺伤的，正常应该我把他杀了，没关系。那玩儿吧，六级补了28个兵。来吧，人马，一 Q 打不溜。打不溜接 Q 一下平 A。这我得下来了啊！我这25层美甲窃魂卷这一波，
你们不都得给我弹死啊？这维因搁这里头呢，爬不了接口，谁允许你在这里头呀？在草丛里边跟我待着，我允许了吗？奶妈直接被弹死，下路可推呀。往队友后边站啊，银马没有大这波，他们如果敢上我们就能打，他们要不上我们就推。玩嘛也不知道干啥呢，滚来滚去的。送给我美甲窃魂卷吧，20层了，我得挡一手这银马，我不可能让这银马好过了。他出这么多魔抗呢，那咱也打不过他呀。感觉维因可以杀，弹。给他来一套连，这只是礼物。既然银马这么喜欢出魔抗，我决定给他来点法穿。小伙子，冰杖我不要了，我们来个猫子加大天使。重打掉，去中路团战去。弹，这么幼吗？14层了，那倒没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你听我试一试，我这法穿棒虚区怎么样？牙锁有盾弓秒不掉，银马有法有魔抗也秒不掉。去打个蓝的。走去主基地，把我们25层美甲窃魂卷给他拿过来。一抽，哎呦我这是让想让我打一波 AUE 呀、啊、我一看这奶妈呀，打不了接。这银马确实是有点关系，
要打不打的，你说？哎，生气了，美甲窃魂卷不要了，那不行，还是得要啊！美甲窃魂卷还是得要一手。给我踢泉水里头了。先出个大天使吧。小龙吧呢？银马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这银马咋的呀？这银马，我打不着 Q 一，旁边有队友还这么狂，那王八干哈去了？你给我 E 他！王八追不上啊！你挺狂啊，王八！你挺猖狂啊！成美甲窃魂渊，这为人怎么回事？往这走来，我 W 小心，下弹一 Q W， 又是这人马，我就想知道我那 Q 哪去了。哎，我刚才 QQ 中谁了？为啥不是人马中了 Q 啊？没有晕吗？不要了，美甲窃魂卷。完了，后悔了，应该要美甲窃魂卷的。哎呀，那要个冰杖吧呢。最后来个猫的。再浪下去，把维恩养起来怎么玩？拿手玩，怎么玩？还能怎么玩？你看那维恩的样，像是能养得起来的东西吗？风吹来，这王八咱还能杀得了了不？跟我玩赛跑是吗？哎呦我操，疾风剑豪高德赖克了，啥天的事儿啊？疾风剑豪别着急啊，
亚索 Legendary 了。把奶妈先给他砍死。这小子不知不觉杀了九个人了，哎呦，疾风剑豪，哎，漂亮！正在前进，快快快快快！这里有人啊，这里有人，那疾风剑豪搁里头呢。来打个小龙，看着点他风墙啊，来打吧溜一出弹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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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我寻思多狠呢，打不了 Q。